The Filipino Chinese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held a training session for teachers and coaches on the kids' athletic program. 菲华体育总会举办儿童运动教练班。2024年4月13号至14号，菲华体育总会假作菲律宾中正学院思源体育馆举办儿童运动教练班，华校逾百教师响应参加训练。在众多新兴电子用品以及垃圾食物横行的时代，运动成为帮助儿童健康成长的良方。运动帮助人们消化垃圾食物，加强新陈代谢，排除体内毒素，带动心肌发育，强心健体，增强血液循环，吸收氧气，排出二氧化碳，加强大脑发育。在现代儿童发展计划中，儿童健康被列为首项。菲华体育总会在佘怡静理事长的带领下，全力推动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全民健康，把儿童运动带到校园里。创会会长陈卓远鼓励老师们要认真学习，把开心愉快的儿童运动带到华社的每个角落。委员会主任陈玉婷和菲律宾儿童运动主任施玉荣为来自21家华校的100多位校长、体育主任、老师讲解儿童运动的重要性、方法、预防意外的方式、意外的处理方法以及应急救援。第二天举行场地演习，让老师们学习跑、跳、抛等正确方式，最后颁发证书给参加训练的成员。出席的主要领导有菲华体育总会创会会长陈卓远、理事长佘怡静、副理事长以及中正学院校董会董事长陈义维、中正学院校长叶启明等。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